我刚才是不是又是三口吃完了这碗面？是桌子给吃没了，变成这种小凳子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谭谭妞。今天早上刚吃完小面，现在天还没黑，我又想吃小面了，真的是实名羡慕重庆人的一天。想吃小面有小面，想吃火锅有火锅。好了，不能再多说了，口水要下来了 ，Go Go Go！ 终于找着了，我要的小面，你要帮我来碗小面，好，再加一个蛋，快。今天这碗小面，老板给的辣椒贼给力，感觉里面全是辣椒。哦，还没开始吃，我都已经闻到它那个香味，太香。吃得出来，这是一家比较用心的小店。现在是已经7点多，好像8点钟就关门了。现在人还很多很多，但是我很喜欢老板贴在墙上的座右铭。我真的很普通，但一直很用心。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。然后这家店的位置，我刚来的时候不是太好找，我在这里转了几个小圈圈，因为它那个门头就很小很小，而且来的时候就每个阶梯你都要导航都要导清楚，千万别走错了。万一走错了，比较耗费体力，肯定会害得你又多吃了一碗。好了，记得给我点赞哦，拜拜。